呢度系香港电台新编岭南掌故东莞双女湖第一回，系由何楚云编导、陈炳球编剧，剧中人系由车心梅饰演钟碧霄，谭翠莲饰演红莲，丁欣饰演钟母，林有荣饰演仆人，陈炳球饰演阿钟。新编岭南掌故东莞双女湖第一回。现在开始。咁热，相信今日嘅天气都唔会点凉噶啦，嗬？系啊，小姐，想凉就要等到秋天之后，先至会有凉快嘅天气噶啦。嗯，红莲啊，吓，你都练下剑术啦，睇下你有冇进步。好啊，不过如果奴婢有错误嘅地方，要请小姐指正至得噶。嗯，咁奴婢就献丑噶啦噃。嘿，嘿。小姐请指教啦。嗯，大有进步，咁都不枉我呢几个月来嘅教导。不过咁噃，你唔好自满啊，以后仲要勤于练习先得嘅。如果稍为有风霜，就会退步噶啦，知嘛？知道啦，小姐。啊，小姐啊，夫人出嚟花园度散步啊。女儿向娘亲请安。嗯，碧霄，不必多礼啦。夫人，奴婢向夫人请安。嗯，娘亲啊，你咁早就出嚟花园散步啊？系啊，碧霄，你都咁早就同阿红莲出嚟花园练剑啦？系啊，啱啱练完啊。碧霄，你要知道，你系女儿家。怎能够学男子汉一样终日舞刀弄枪的呢？娘亲，女儿喜欢习武，才经常在园中练习刀剑，其实这都是强健身体之道来的。嗯，为娘知你喜欢练武，但是都不能够成日挂着练武而放弃女儿家应该学的女工和书画的嘛。女儿怎会放弃呢？女儿时时都有在闺房之内绣下花和读下书的。是啊，夫人，小姐平日亦都有学习画画和女工的。哈，红莲，你这样算是帮小姐讲说话了噃。夫人，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照事论事啫嘛。哼，夫人，请恕奴婢多口啊。其实东莞城内，边个唔知道我哋小姐文武相全，系一个多才多艺嘅千金小姐、啊？碧霄，呢点为娘都知道，但可惜你阿爹只得你一个独生女。如果你身为男子汉，咁你就可以助你阿爹一臂之力啦。系，如果女儿系男子汉，就一定会协助阿爹嘅。你阿爹系一位中书舍人。任职京畿，现今国家多事，贼乱猖獗。如果你是一个男子汉，那就可以在你阿爹身边照顾他的一切了。那就是娘亲，如今虽然是贼乱猖獗，但是阿爹在京多年，见识广博，就算有什么事都可以应付得来的。请娘亲你不必太过忧心了。嗯，为娘都知道你阿爹办事好有分寸，
凡事佢都有办法应付嘅，所以我唔使为佢担心。但系有一件事，我时时耿耿于怀嘅就系、是、就系、是、咩呢？就系、是、你嘅终身大事咯。娘亲，唔好提呢啲事啦，人哋难为情噶嘛。傻女，怕咩难为情呢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呢啲系千古不变之理。不过咁多年来，为娘一直要你陪伴喺身边，未肯将你嫁出去，就系、是、怕留低我一个人喺屋企太过寂寞啫。娘亲啊，咁你唔使讲啦，女儿决定咗永远永远都陪伴喺你身边，咁你放心啦。咁点可以嘅呢？为娘点能够只顾自己而唔为你嘅终身大事着想至得噶？一个女仔年纪大咗，我怕你嫁唔出啊。娘亲，哎呀，夫人啊，总是奴婢多嘴啦，我哋小姐点会嫁唔出噶？老实讲啊，我哋东莞城内有边个唔知道我哋老爷嘅千金系个花容月貌、多才多艺嘅小姐嚟？咁多年来，官宦人家嘅公子显媒嚟说亲嘅，真系不可胜数噶。不过夫人唔舍得我哋小姐嫁出去，先至拒绝佢哋嘅好意啫嘛。假如今日夫人讲一声，话要将我哋小姐嫁出去啊？哼，奴婢敢担保啊，即刻有媒婆嚟说亲啊！到时啊，恐怕夫人你应接不下啫。哈，红莲，估唔到你呢个丫头把口都几精乖伶俐啊！红莲，我唔准你多嘴啊！你再系乱咁讲嘢，我就要娘亲快啲嫁你出去啫、啊。小姐啊，奴婢唔敢多嘴啦。又好。咁就放过你一次啦，多谢小姐开恩。唉，好啦好啦，算啦。至于乖女嘅婚姻大事，就留待你阿爹同你作主啦。娘亲，唔好再提呢啲事啦。不如等女儿陪你喺花园度散下步啊。好，咁我哋一齐去啦。红莲啊，你入去吩咐厨娘准备啲早点，我哋散完步就入去食噶啦。系，小姐，奴婢即刻去啦。笑吓！呢几个月来，外间传说反贼披枪，声势汹汹，战事已经逼近京城啦。你阿爹任职京畿，如果一旦京城有事，我真系为你阿爹嘅安危担心咯。娘亲，京城离我哋呢度东莞城咁远，由外间传嚟嘅消息。恐怕不会很正确的，请娘亲不必太过忧心了，这样会忧坏身体的。唉，空穴来风未必无因的，虽然说传言未必正确，但相信当有其事，唯有希望皇上能够派出勇将杀退贼兵，保得住皇城，那你阿爹亦可以保存性命呢。如果唔系，以你阿爹嘅忠耿个性，如果一旦皇城失守，你阿爹一定会以身殉国噶。娘亲，相信阿爹一定会吉人天相，可保安全嘅。希望系咁啦。我哋派去打探消息嘅家人翻咗嚟未啊？派去打探消息嘅家人仲未翻嚟啊！所以为娘才会这么担心。照计时日
都应该翻嚟噶啦。唔知途中系咪有阻碍呢？嗬，恐怕凶多吉少啦。因为飞马来回，过多月时间应该足够噶啦。娘亲，你唔好咁忧伤啦，不如再等多日添啦。相信一定会有消息回报嘅，希望系好消息啦。夫人，小姐，启禀夫人，咩事啊？夫人啊，派去京城打探消息嘅阿忠已经翻嚟啦。系啊，咁快啲请佢入嚟啊！回禀夫人、小姐，阿忠绑好马匹，就立即入嚟叩见夫人同埋小姐噶啦。好好，小人叩见夫人同小姐。阿忠，不必多礼啦，起身啦。系，起身啦。夫人、小姐，阿忠啊。你打探到咩消息翻嚟啊？禀夫人、小姐，小人去到京城，发觉京城已经陷入反贼之手。吓！京城已经陷入反贼之手，咁老爷点啊？快啲讲，阿爹点啊？系，小人见京城已经陷落，唔敢立即入城，于是就喺城外嘅小旅店投宿，跟住就多方打听。知道皇上在查勘京城之事，走上梅山自缢殉国。吓！皇上已经在梅山自缢。系，系啊，夫人、小姐。咁老爷点啊？老爷系老爷点啊？阿爹点啫？阿忠，你快啲讲啦！阿忠，快啲讲啦！回禀夫人、小姐。老爷佢佢点啊？快啲讲啦！点啫？快啲讲啦，钟老爷已经以身殉国。吓！老爷佢已经以身殉国。夫人，夫人，娘亲，夫人，夫人，娘亲，夫人，你惊点啊？夫人，娘亲，点啊？夫人，夫人晕咗啊！娘亲，夫人，你醒啦，夫人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哎呀，快啲攞啲姜汤嚟灌夫人啦！快啲，我而家系攞姜汤，嗱，你喺度帮小姐照顾夫人啦。我知啦，我知，你快啲啦，夫人，夫人啊，夫人，娘亲，小姐，你唔使咁惊，夫人只系伤心过度晕咗嘅啫，等阵灌啲姜汤俾夫人饮咗，就自然会苏醒噶啦。娘亲。娘亲你点？小姐，你放心啦，夫人唔会有咩事嘅。嚟啦嚟啦，姜汤嚟啦，快啲灌夫人饮咗佢先啦。小姐，唔该你扶住夫人，等小人灌啲姜汤俾佢饮啦。哦，好啦，嚟啊嚟，你都帮手啦，好声啊，好好，嚟嚟啦，就咁啦，就咁啦。等小人灌佢饮姜汤，夫人饮过姜汤之后，就自然会醒翻噶啦。娘亲，老爷，老爷，好啦，夫人，你留低我喺世上，夫人醒，我又点样过活呢？老爷，夫人，娘亲，你唔好伤心，你醒翻就好啦。娘亲，事到如今。你伤心都系无补于事嘅。系啊，阿爹向来忠心耿耿，今次贼陷京城，咁阿爹当然会以死殉国，报答君恩。如今最重要嘅事就系揾翻阿爹嘅骸骨，带翻乡中安葬，以免流落异乡。当此乱世，为娘早已劝佢辞官归隐，共聚天伦噶啦。但系佢总系充耳不闻，估唔到如今竟然落得咁样嘅收场，为娘又点会安心呢？娘亲，节哀顺变啊！阿爹向来个性耿直。在国家多难的时候，皇上正需要忠义之士帮助，那阿爹怎会听你的说话舍弃皇上返回家乡呢？如今阿爹已死殉国，
咁已经获得忠贞好名声，死而无憾。如今最可悲嘅就系唔知道阿爹嘅骸骨喺边度，未能好好安葬，咁岂不是变成游魂野鬼？碧霄，你话应该点样做呢？娘亲，女儿认为应该即刻前去京城，寻回阿爹嘅尸首，带返乡中，入土为安。系，但系点样去寻觅啊？女儿想亲自去搵返阿爹嘅尸骨，带返家中安葬。吓？咩话？你去？系，唔得嘅。你系女儿家，点能够长途跋涉嘅呢？我唔怕。女儿虽然是女流之辈，但你这些是女儿的责任来。我家没有兄弟姊妹，只是得女儿一个。就算赴汤蹈火，我都不避艰险，一定要去。那怎可以的呢？你一向在屋企陪伴为娘，从未出过门的。那怎能够要你在这个乱世时期冒险前去呢？为娘实在不放心。娘亲，你不必为女儿担心，我会找到阿爹的骸骨回来。况且为子女者生无二样，死无二状，我怎忍心令先父的骸骨流落他乡。娘亲，女儿已经立定主意了，请你不要阻止。好了，为娘知你决定了的事是没有人能够阻止你的，那你就去了。不过方今乱世满途艰险，你万事都要小心谨慎啊。女儿谨遵教导，只会小心应付了。好，为娘如今就派阿忠陪你前去京城，咁喺途中都有个照应啊。仲有，你要改扮男装先至好去。京城离我哋东莞迢迢千里，一个女儿家长途跋涉系好唔方便噶。系咯，咁。娘亲，女儿改扮男装上路，咁你老人家放心啦。既然咁样，阿忠，小人在，你立即准备一切，再陪小姐上京，搵翻老爷嘅尸骨，然后带回乡中安葬啦。系，小人遵命。仲有，你一路上要加倍小心，侍候小姐嘅一切啊！小人知道，请夫人放心。咁你哋快啲收拾一切，听朝一早就立即起程赴京啦。系，小人遵命。我和阿忠经过了几个月的艰苦，才能够由东莞辗转来到京城，在城郊之外的小旅馆投宿。我们打探了个几月，都探不到阿爹的尸骨埋在哪里。试问我还有什么颜面回去见娘亲？今天我又派了阿忠入城再次打探，而我就入城去访寻阿爹生前的友好，
看看他们知不知道我钉安葬在哪里。我真的很希望快点找回阿爹的骸骨，早日返乡同娘亲团聚，以免他老人家这几个月来这么忧心。好，趁着如今还未到中午，都是及早入城去打探先。小姐，阿忠你，小姐，叫公子，是公子，老爷，阿忠，看你气急败坏咁，到底想讲乜嘢？你坐低先，休息一阵先，慢慢讲。唔使啦，我访寻到老爷嘅尸骨葬喺边度啊？真系嘅，系啊，公子，咁你快啲讲，葬喺边度啊？系。今日小人遇到老爷一位退隐嘅同僚，咁咪向佢打探下消息啦。佢话前朝一批忠义之士，以及为皇上殉节嘅人都葬喺城郊五里外嘅一个山岗上边。嗰度有咩标志？你有冇问清楚？我有啊。佢话嗰度有间破旧嘅庙宇，庙宇旁边呢，嗰度就系嗰啲荒冢嚟噶啦。咁我同你即刻去啦。公子啊，方才一节新编岭南掌故东莞双女湖第一回是由何楚云编导，陈炳球编剧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